就當我哋去細想神嘅俾我哋恩情嘅時候，就係知道喺歷史當中每一個時代係及得我哋現在嘅呢份嘅豐盛豐足當中。實就算喺神嘅設計喺伊甸園當中，亞當夏娃所得著嘅豐富，但係都冇神嘅真理嘅釋放嘅豐盛。神，我哋喺歷史當中見到神嘅高升，每一個時代神你嘅用人，你嘅仆人。但我们都见到神的祝福是真正流到你是期望藉着所信教你的仆人跟从你的仆人能够带领一个国家，神你期望是全地都能够有这份的信仰，而这个信仰不是一个的宗派，不是一个的仪式，这个信仰是一个对神这份的信和爱，对神这份的跟从，对神你这份的愿意将生命摆上以神你成为主宰，去祝福，去遮盖，去使用你生命里面的一切。但是神，你实在在我们现在这个时段，神你将真正的丰盛临到在石岸当中，我们满心感恩，就是我们今天所得着的是远超过历史里面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度每一个人所得着的，并且在现在神你塑造我们，就是为着在全个历史全个星际所铺排的神你的救赎故事所形容，就是预备神的辛苦，就是人能够有一班人对神的爱就是那么完整那么完全，对神的爱就是那么委身，并且藉着神你现在所释放的信息，我们要接待先知，所以我们就要反省我们接待有多少，我们接待神的说话有多少，有没有百分百，有没有真实力，所以我们更加尽心的在我们信仰上面去跃进的时候，就要我们不要停留在以往的只是一个知识的认知，就要我们继续跃进在我们生命上面，就要去预备去迎接你，迎接你之前我们预备我们的信仰当中的魅力，而我们在神的心思所念当中，我们不会错失这个辛苦选择的机会，就要我们愿意去呈上我们对神这份的热诚，这份的真爱，这份的真挚，让神的悦纳我们内心当中献上给你的赞美，让神的同在今天释放在这个空间当中，让我们藉着接触神的恩膏，你的同在让我们生命能够更大跃进，去完成神的美意，所以将有时间高级交托给你带领，我们同心祈祷，奉献你爱子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